历史文化风俗生态在地文化，在地文化，家己的高知修。伫咧西元1820年啦，清朝道光六年，台湾出一个高人啊，名叫做叶林志先生。叶林志先生是台湾做高知修的开山祖师。叶先生家己闽南人，伊的艺术品哦，曾经伫世界博览会展览，迄个时阵被外国人非常个重视。外国人看到伊的作品，赞声不绝啦，俄罗讲世界一流的技术。叶林志先生创作的高知修，日本人甲叫做嘉义修。台湾民间艺术团体公认叶先生是咱台湾的国宝。伊的外号，伊的成就，由于真济外号，会当讲得到肯定。比如人讲伊是叶王高知昂啊，后人讲伊是叶王高知修，听外号，就会当肯定着叶先生伫高知修这个历史上的地位。台湾有真济庙师拢有叶先生的艺术创作，比如讲客家朱雀宫、嘉义的进行宫、嘉义的城隍庙，即马拢还佫保留了。伫迄个庙的顶面啊，厝顶挂着对啦，厝顶面啊吼，保留真侪叶先生登峰造极的艺术作品，在地文化，叶王高知修，感谢收听。